请阿宁上来致辞，并且接受我们献花。在悠扬的乐声中，各位同学就要告别国中生涯了。环顾呢，校园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是过去同学的点点滴滴，他曾有过酸甜苦辣的滋味，而今却是甜蜜快乐的总和。离别不全然是难过的，它同时意味着各位同学即将踏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没有人知道以后的未来 是怎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你们。不过各位同学要怀抱远高的志向，同时不要忘记有这么多人在守护着我们。要坚信每个人都有擅长跟不擅长的东西，千万不要一时的挫折就放弃。只要能将自己所喜欢所擅长的东西坚持下去，肯定能够迎接美好的未来，令所有人刮目相看。活着就要走自己的路，人生有非常多的可能。你的致辞，现在也有请我们的树导张嘉文老师上来献花，并且接受，上来接受我们的献花，并且致辞。第五，这群可爱的孩子，很高兴与你们相遇，一起度过三年。对，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无止境，我们的一五的精神虽然毕业了，但是呢我们的艺术有无止境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只在华冈国中奠定的基础，只要持续下去，我相信未来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璀璨的未来。我也相信他们未来是一片光。我们祝福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谢谢。Thank you.
带我们扬长。谁说毕业一定要哭哭啼啼，手牵着手哭着我们一起唱，声呐喊哦，再牵着他的手，再说出我会想你，我会记得你，哦哦哦哦，哭快乐也没用，请珍惜好好享用，煎熬了三年别扭。没有荧光棒的请打开你手机的手电筒。只要牵着他的手，只要说出我会想你，我会记得你，哦哦哦，哭再多也没用，请珍惜好好享用，只要闹了三年别扭，奋斗了三年却被那留念抛弃，那绵延瞬间你笑颜站在台中央，美光灯之下招牌已落下，嘲笑歌谣开始跳舞，欢送了你我迎接了剩下的人呐、啊。有人敞开的门，那就在华冈之下，挥洒泪汗水，所有的都伴随在你我的回忆里成长。为爱的灯光不是结束，而是精彩的需要。哦，牵着他的手，要说出我会想你，想你，我会记得你，我会记得你。再多也没有，请珍惜好好享用。Just one home。我会想你，会记得你。努力指导我们的老师，别哭啊！对了，不能哭。谢谢努力投入音乐的我们。